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七情志病的特点，讲了七情志病与精神刺激有关，多发生情志性疾病。二，直接伤及相应的内脏。三，影响脏腑气机，我们讲了怒者气上，喜者气缓，悲者气消。下面讲恐者气象。这里的气象是指精气下陷，或者叫做肾气下陷而言。恐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反应，恐则气象是指长期的恐惧或者突然的惊吓，使肾气受损，导致精气不固，肾气的摄纳作用失常，主要表现为肾气不固，气陷于下。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常常是二便失禁，这就是恐突然的或长期的刺激损伤了人体的肾气，使肾气不固。它表现出来的病理变化的特征有趋于下的特征，就这个意义理解，恐则气下。咱们现在研究用动物模型啊，研究中医学的这个肾，它的内涵。这个在临床研究好办呢，那个动物模型研究七情，这七情和肾的关系怎么办呢？就有一种方法。尽管还不成熟，毕竟是做了好多工作，把这小鼠放在笼子里头，采取突然惊吓的方法，就是取惊恐伤肾啊，恐伤肾，根据这个原理给小鼠进行刺激，那么小鼠会表现什么样呢？大小便失禁。不给他这个刺激，它就没有大小便失禁特征。那么根据这个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模拟出的动物模型可以类似惊恐伤肾，结果类似肾气不固的模型，研究惊恐恐惧这样一个情字，它损伤肾气使肾气不固的机制。这就是举这个例子，我们现在关于恐惧七情和脏腑的关系，它的作用机理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举这个恐则气下判断的小鼠刺激后用什么来判定伤没伤肾了呢？就看它是不是二便失禁了，把这个叫做恐则气下。惊则气烂，气烂是指着气机紊乱，主要是指心气紊乱。大家注意，主要是指心气紊乱。惊则气烂是指突然的用惊这种刺激，也就是说突然受惊，结果呢这个惊引起心气紊乱，心神失守，把这个意义叫做惊则气烂，就是说心气紊乱表现为特征惊慌失措。解释个惊慌失措是惊导致心气紊乱，心的气机紊乱的结果，所以临床表现出来惊慌失措。
思则气结。这里的气结，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思会导致气机结滞，就是气机运行阻滞，叫结。而在这里面讲，和脏同情志直接伤及内脏，根据这个原理，这里思则气结是指思虑过度，容易导致脾气郁结。脾气郁结就是指脾的气机运行发生了阻滞，或者是发生了异常，影响了脾的功能。这个和这里面用脾气郁结这个概念叫就是脾气结。那么郁结和肝气郁结不完全是同意的，导致脾的气机紊乱，影响了脾的运化功能、生津功能或者是通血功能。总之是通过影响脾的气机升降失常而表现出来脾的功能异常。中医经常讲说思虑伤脾，思就思虑伤脾。那么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人如果经常是过度的思虑，有没有什么事经常想想不通，那么生活上一个很好的表现就是不爱吃饭，食欲下降。没有一个人每天都愁眉苦脸的，是这个总是那么心事重重的，他食欲很旺盛。现实生活当中心事重重，中医用说用过思来定义它，那结果呢食欲下降。中医看这样一个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发生改变，怎样来理解呢？就思则气结，使脾气郁结，影响了脾的运化功能。关于七情影响脏腑气机紊乱，就要有同学们记住：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象，湿则气结，惊则气乱。注意，这里面我们把怒则气上仅仅和脏腑相应，因为它直接影响脏腑气机。将来学习气血失调的病机的时候，这个气上还不仅仅包括这个概念。将来我们在后面讲病机学的时候再进一步来定义它。注意这里限定的是情志失调影响相应的脏腑，所以我们在讲一个情志的时候仅仅的定义在脏讲肝气上逆，而没有说它和其他脏腑的关系。注意理解这个概念，回答气上这个概念是只有在怒这个条件下理解它和脏和肝的关系，离开这个条件，这个气上不能仅仅理解这样一个定义。七情是咱们内伤疾病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内伤病因当中占第一位。逐渐中医学对七情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下面讲内伤疾病的第二个原因，就占第二位的饮食失宜。饮食，民以食为天，饮食本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做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饮食、空气、土壤、水都共同组成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饮食是人类的重要的生活环境，饮食的好坏直接的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第一，我们讲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中医学强调饮食要膳食结构合理，用中医的话说叫五味俱全，无所偏嗜，把这个叫做一饮食的膳食，一就一正合适。那么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合理的膳食是指饮食的结构合理，用中医的话说五味俱全，寒温适宜，进食的量合理，节律合理，通通成为合理的饮食。那么合理的饮食有什么作用呢？使人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水谷精微，在脏腑功能的作用下，才能够正常的由水谷转化为精微。那么水谷转化为精微，为气血精津液的化生和相互转化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这些生命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脏腑经络当中去，从而维持人体脏腑经络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表现出健康的生命之征。就这个意义说，饮食与人的健康关系非常密切。中医学强调人以五谷为养，谷就是我们吃的粮食，所以以五谷为助，还要吃水果，以五畜为宜，咱们还要吃牛羊肉，吃鸡翅，以五菜为充，还得吃蔬菜。早在几千年前，《内经》就已明确地指出人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这仅仅从膳食所过程中，那么配餐都需要，既要有肉，要有粮食，还有水，还要吃水果，还要吃蔬菜。我们归纳起来，所以刚才讲叫做五味俱全，寒温适宜，寒温适宜。那么粮食、肉类、水果、蔬菜，它属于中医学的本草学范畴之内，特别是集中记载的食疗本草当中，就是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既是治病的又可以食用的。中医强调合理的膳食，就是说人摄取营养，水谷摄取的水谷转化为精微，它与人的健康关系非常密切。饮食的好坏也是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二，讲饮食与疾病，就是本来饮食是健康的保证，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做一个致病因素。一，饮食不节。节是指节制，是指量和进食的量和进食的时间而言，这个节制含有这个意思。所谓饮食不节，是指饮食过饱、过饥、无规律而言的。换句话说，过饥、过饱、无规律，通通成为饮食不节。在这种条件下，饮食作为健康的保证，转化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因此用这样一个术语叫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一个是量的改变，有过饥和过饱，我们通称为叫饥饱失常。那么过饥进食不够，它有什么致病特点呢？一，损伤脾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水谷精微，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进食少过少，那么导致水谷化生精微的来源不足，叫做化源不足。化源不足的结果，生命物质不足，气血精津液化生不足，气血精津液化生不足，就会导致全身各脏腑的功能减退。全身各脏腑的功能减退，我们用正气来标志健康，那就正气虚弱。同学们注意，那么现在有的人不是这样做的，就现代人，胖的人都希望减肥，希望瘦，希望身体体型要匀称一点，常常是少吃。这个少吃，我们在讲用一个过字讲的。古人讲中国历代这个讲究，膳食应该是吃，如果十分是满足最大量的话，都主张吃七八分，就是达到尽量进食的量，按照生理需要，每餐进到进食量为机体所需的80%左右。而过饥就是它进食的量低于生理所需要那个下限，生理需要下限的量，在这种条件下称为过饥。将来同学们可以进一步参照现代的营养学来计算，按照人体生理活动的需要，每天需要多少热量，这些热量都是从哪些物质成分中，这个饮食物当中摄取，如何来配餐，那么按照参照现代营养学。我们这里讲过饥就是摄食少于生理活动的需要，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就会损伤脾胃，导致化源不足，引起全身机能减退，用中医的术语说叫做正气虚弱。过去有一个报道，一个资料，进行健康检查，进行流行病，进行从按照流行病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他们长期吃素食，咱们且不说这个食量够不够，长期处于素食，这个素食就是不是合理膳食，结果不合理，长期这样的结果，他们都处于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用咱们中医的话说，都是处于化源不足的状态。这是一个例子，做我们日常生活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保持旺盛的精力，人体各个脏腑机能都很旺盛。用中医的解释，就是进食过少，化源不足。进食的量过少不可以，过多可不可以呢？过多也不可以。这个过饱是指他所进食的量，尽管是膳食结构合理，但是他进食的量已经超过了机体所需要那个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致病特点是什么呢？损伤脾胃。同样，过饥也损伤脾胃，过饱也损伤脾胃，超过了脾胃的运化功能所能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运化功能失调，表现为一，食积停滞，本来是水谷可以转化精微，因为没有全部的消化吸收，停居于体内胃肠内，叫做这种情况下管这个饮食未完全消化饮食叫什么，叫食滞，叫食积，由正常的水谷转化一种病理产物，
作为致病因子出现了。那么导致什么结果呢？经常出现吞酸、嗳服，所谓嗳服就是打嗝出现那个没消化那个伤食味儿。严重的可以出现胃脘疼痛，消化不了，它胃疼啊，甚至可以出现腹泻。腹泻，这在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可以是经常出现的吧。大家情绪挺好，周末又吃又喝，超过了他生理所能承受的程度，那么偶尔一次还可以，常常是这样，就会损伤了脾胃的运化功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致病因子产生，刚才讲说没有消化的食谷，这个水谷停留在体内，由水谷转化为食积，食积在体内存留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理因子呢？会产生湿痰。后面我们讲痰饮的话，进一步讲痰的概念，就会产生这样一个产物，痰湿这个病理产物。痰湿一旦在体内停留，就会引起痰饮、肝疾等等。肝疾是小儿科这个病，小儿科将来在儿科在学习，这小孩这个头大脖细，面色白，那小孩一看长得挺好，但是营养不良状态，头很大，但是呢这个脖子颈非常细，再看一个特点，肚小肚鼓鼓的，一瞧鼓鼓的，四肢呢细，就看一看儿科大夫一看肝疾，肯定是消化不良，父母喂养不大，怎么来的呢？食积停留在体内。为什么食积停留在体内了？小孩进食不合理、不规律，尤其是经常吃零食，老是处于非常饱的状态，他的脾胃运化功能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最后那就是都形成食积，最后形成这样一个病。这是量的改变，太少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都会引起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都会导致机体生命物质发生异常，最终引起脏腑的功能紊乱。第二个叫饮食无时，讲的是没有节律。中医学强调饮食必须有固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进食。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早中午三餐，按时进食，按照生，既不要就量来说，在量既不少又不多的情况下，必须是按时进食。不按时进食，同样它也可以引起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最后通过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它不仅仅是引起脾胃的功能失调，而是由脾胃功能失调影响到其他疾病的失调。这样一个原理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持健康，除了进食要合理，就是量要合理之外，也必须规律。无论工作怎么紧张，学习怎么紧张，早餐不吃早餐，这是违背了中医学关于饮食健康那个原理的。现代营养学、消化生理学也证明不吃早餐，它一个结果，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多易发生慢性胃炎。作为女性，经常不吃早餐，不仅仅是会引起胃肠道疾病，还会引起其他系统疾病，有损于健康。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保持健康减肥，不吃早餐就违背了咱们强调要有规律，违背这个原理，那必然是有损于健康的。第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饮食转化为病因，是指到量的异常和规律的异常。二，不洁，不洁是进入口内的饮食物不清洁，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指有污染。这个不洁产生原因，食物有污染，或者是腐败，或者有毒的食物。总之，我们进口的饮食物违背了环境的条件的所要求，不符合人体健康所需要的，通通可以称之不洁。它的致病特点，损伤脾胃，最轻的是损伤脾胃，出现脾胃运化功能失调、腹痛、腹泻等等，这是最直接的，也是最轻的。如果进这食物含有寄生虫卵，那么就会导致各种寄生虫病的发生，就胃肠道寄生虫病的发生。三，如果是有毒的食物，别腐败变质，有毒的甚至有毒的食物，那么进食以后就可以产生食物中毒。这些通通归咎于不洁。所以从这个原理，中医是强调必须进食清洁的食物，不吃腐败的食物，更不要吃有毒的食物。在当前这个饮食的安全，国家药品监督局改为食物和药品监督局吧，这强调了食物的安全性。我们中医很早就强调清洁食物，保证入口的食物对人体是安全的，才能保证那么脾胃源源不断的化成气血，否则就会引起疾病。所以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注意食物的安全，食物的安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好多食物不安全的因素，不洁不洁都是食物在正常状况下转化为致病的因素。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称这个饮食是作为治病的因素而出现的。第三，叫饮食偏嗜，偏嗜是指对某些食物有特殊的爱好，就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而且这个喜欢和不喜欢超过正常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用中医说叫做偏嗜，嗜酷爱嗜啊，偏这个嗜是不正常的，叫做偏。都有几类偏嗜呢？我们这里讲一个是种类的偏嗜，刚才讲既要吃谷类，要还吃肉类，还要吃水果，还要吃蔬菜。种类要做合理的搭配，不能单吃蔬果吃蔬菜，也不能只吃肉类吃谷类，就是按照合理的膳食结构搭配水果的种类，把这个叫做种类不偏嗜。对其中某一部某一种某一类吃的很多，其他不吃，这个叫做种类偏嗜。种类偏嗜的结果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异常，导致脏腑功能异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里举几个病，比如酒，喝酒饮料酒，
四九，四九。那么过多的四九，九也是正常的膳食结构之一啊。中医学从古至今都强调，九也是生活者不可缺少的，只是强调一个量规律。如果饮酒无度，过度嗜酒，酒，咱们传统的酒不像现在，现在是勾兑出来的，都是酿造的，由谷物酿造的。偏嗜特殊的爱好酒，中医讲酒能生湿热，会导致脏腑功能失常，而引起一系列的病变。比如现在比较多见的喝酒过多，从西医来说，从西医这个角度说，那么一是人体内那个脂类啊，脂类的太多了，沉积在不同部位，叫血脂高。再一个很重要的，目前我们国家这种疾病也是发病率逐渐上升，就是长期嗜酒影响了肝脏的功能。注意我讲这个西医的肝脏功能，损害了肝气泡的功能，形成肝炎。由于长期嗜酒引起的肝炎，现代医学把它称之为酒精性肝炎。这种肝炎最容易肝纤化，导致肝硬化，这与传染性乙型肝炎、甲型肝炎、丙型肝炎相比较，最容易导致肝硬化。而现在这个病呢，特别是在45岁以下、35岁上这一段，发病率非常高。那么为什么呢？它违背了咱们中医所要求的，告诉你饮食不得偏嗜，酒是可以喝的，但是不能喝得过多，喝了过多，咱们就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到那个时候就难治了。就以白酒为例，正常的从古代到现代的文献记载，每天不得少在2两酒，就现在那个高度酒，50度、45度、50度左右的酒，喝2两酒也可以，再多就超过了机体承受能力，连续喝10年肯定要得酒精肝炎的。说啤酒现在那个那罐儿，那是多少毫升？那一罐儿就350毫升。这都精确计算出来了，按它的含酒精量，人体属于正常能承受得了的。喝葡萄酒一杯150毫升，你每天都喝一杯也没有关系，你超过这个量就意味着偏嗜。为什么这个举这个例子反复强调，就是当前过度饮酒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的国家酒精性肝炎现在发病率在逐渐的上升，过去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欧洲，酒精性肝炎发病率高，现在我们呢也是酒精中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越来越高。他也告诉我们，用中医解释你违背了种类偏嗜，这也告诉大家，要想维持健康必须合理的搭配种类，缺一不可。有的同志减肥每天都吃水果不吃粮食，违背了咱们这个规律。第二，寒热偏嗜。中医学啊，将人们所吃的谷物、肉、水果、蔬菜，将来同学们学习中药学是吧，建议大家念一念食疗本草，对每一种肉、每一种水果、每种蔬菜、每种谷物，它的性味功能都做了详细的描述。按照中医阴阳的分类法，物非分属阳和属阴，那么属阳和属阴表现性质上一寒一热，要求做到什么样的呢？就是你进食的这些饮食物搭配起来以后，必须处于一个寒温适宜，也就是说恰到好处，处于阴平阳秘状态，这才是人体健康条件下所需要的。
如果这个寒性和热性搭配不合理，过于寒或者过于热，都会叫做什么呢？都会使本来就是合理的膳食转化为不合理的膳食，使它成为一种致病的因素。注意，这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咱们四川人就喜欢吃辣子，咱们湖南人不仅吃那一般的辣椒，还吃那个茎很非常细分细的往上长那个椒，那是地域环境使然。对这种地域，生活在这种地域环境下的人，他必须保证吃辣子，他和那个潮湿环境有关系。咱们讲是从总体来看，寒热不得偏食，过热也损伤脾胃，会造成胃肠积热，过寒损伤脾胃的阳气，都不可以。不是我们喜欢吃什么吃什么，那么喜欢吃辣净吃辣的，说我不喜欢吃辣的，每天都吃冰淇淋，天天而是吃很多，长期损伤脾胃的阳气，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这是中医的饮食科营养学，科学的营养学。将来同学们学习养生学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要想养生，说补啊，调整说，说药补不如食补。那食补怎么补？其中就寒热属性来说，它必须补的结果，调整饮食搭配的寒热属性和机体的寒热属性搭配到一起。那和体质的，这是讲到体质和体质属性有关。比如我这样的，我就属于那个偏阴子体质，阳虚。同样吃水果，那我就不敢多吃，多吃那立竿见影，保证大便是稀的。那我喜欢吃温春热的，那么就和体质有关系。那么就是随着体质的不同，那么合理搭配膳食，以什么为标准呢？寒热适宜，对于每个具体个人来说，做到寒热适宜，这才是呢，这种饮食才叫正常的饮食，健康的饮食。五味偏食啊，从中医看，每一种饮食物，它都按照药物的属性分酸苦甘辛咸几味儿。按照前面讲五行了，说五行生克制化的结果，处于平衡状态。那么五行和五味相对应，我们把五行这两个字去掉，那就是说饮食的五味要处于什么平衡状态。把这种状态体现的饮食五味体现这种状态，保持机体各脏腑系统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称之为五味俱全。五味俱全，而且是要搭配合理，其中没有一个偏食就过多，也没有一个偏少。过多过少都意味着按照五味来看结构不合理，那就饮食物所从胃所反映出来这个结构不合理，它也会转化为致病因子，容易导致生痰生热。生痰生热不仅会影响脾胃的功能，还尤其是进一步可以发展为引起各种各样的病变。咱们这里面举一个眩晕胸痹，将来同学们的学内科讲胸痹啊，比如现在这个心绞痛冠心病就属这个范围之内。按照现代医学说，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有关系，和血脂过高有关系。那么五味偏食就可以出现这个。说肥胖过多喜欢吃某一种味，也可以出现肥胖，就是说五味不全，意味着结构也是不合理。怎样搭配合理？将来学习中药的时候，大家注意学习《食疗本草》，注意学习。将来学习营养学的时候，注意现在有中医营养学的著作，有中医的《食疗本草》，现代中医《食疗本草》。那么同学们可以参照这个，在今后学习可以参照这个，来合理的处理饮食。
合理搭配饮食，保证我们所进的食量、食性质都符合健康的要求，不违背健康的需要。在当前，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好多过去中医书上没有记载的疾病，西医诸过去的现代医学临床医学呢也没有记载的疾病，其中好多是属于膳食结构不合理造成，就是饮食从现代医学看它是人们社会行为方式异常，中医学从内经开始已经认识到社会行为方式异常是作为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现代医学在近几年才认识到社会行为异常是病理现象的一种表现。所以要想保持健康必须注意饮食有节，这样一个原理它不仅解释了饮食水谷与健康疾病的关系，而且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中医在治疗任何疾病过程中都要考察这个人的进食情况、消化功能，考察脾胃的情况。从脏象学说来说，那考察的是本，后天之本情况如何。从饮食来说，实际上就是考察你的饮食如何，就是饮食结构不合理会损在人体会造成哪上伤害，这是一。第二，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不管治疗什么疾病，前面我们讲胃气的时候都反复强调注意保护胃气。那么胃气要想处于正常状态，其中一个条件，膳食结构合理，饮食有节，饮食有规律。所以在治疗任何疾病中都注意保护胃气，实际上除了药物调整之外，中医学非常强调患者注意饮食的调节，所以它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今天从病因这个角度来进一步论证脾胃为后天之本，进一步论证胃气的重要作用，从不同的角度都来强调人的脾胃消化功能在生命当中的作用，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的指导意义。好，这节课到这，休息会。